世界上最高级的称赞，应该是称赞别人。所以，水曜哥，我觉得你是地球上最帅的人。请问你有同意的我的看法吗？非常同意，非常同意，你才是吧？导演，你看看，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。我记得有拍那颗非常有感觉的，你再找一下。导演，你这么说我听不懂。啊，执念非常强的。有人说过，世界上最高级的幽默就是自嘲，所以这就让我学到一件事情啊。世界上最高级的称赞，应该是称赞别人。所以，水曜哥，我觉得你是地球上最帅的人。请问你有同意的我的看法吗？非常同意，非常同意，你才是吧？好，就是这是最高级的称赞人方法，学会对。